花都谢了，气氛也不够浪漫，现在求婚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找个浪漫的机会再求吧。 什么？你又把戒指拿下来了？为什么呀？就觉得当时的环境不太合适吧，毕竟是求婚啊，得谨慎。那夏小姐她没发现吧？应该没有，她睡得挺沉的。 明明都给我戴上了，那为什么要取下来呢？早晚的事儿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就是，我觉得呀，他就是想给你一个特别大的惊喜。你就假装不知道，然后呢，期待一下。